你就是传闻中的那位金发剑士吗？你使剑的实力挺不错的。我听说你正在寻找对手，来跟我过两招怎么样？ 我已等候你多时，你是王城的骑士。我有话要传达给王室。可以，你说吧。相信你应该知道，眼下突然出现了很多魔物，那是因为黑龙复活了。黑龙？是的，复活的黑龙令魔物们变得十分凶暴，威胁着这个世界。 大家必须集结力量，击败黑龙。佩德说的果然没错。知道了，我答应让你觐见陛下。你不怀疑这些话的真实性吗？我相信你的剑，因为它不是为虚假谎言而战的。